我去切个 WiFi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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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播一会儿，播一会儿，人就那什么了。哇，老刘这里好亮啊！老刘这里好亮啊！没涂口红，没有口红。一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哒哒。分钟就人就 say goodbye。蛋糕吗？没有吃完。什么剪短了？不是我剪短了，是这个。小贺怎么这么多吃的可以吐出来？吃的。举高一点。好沧桑啊！又涂口红。还没弄好。刚准备睡就看到直播，我就播一会儿会儿。看谁睡晚一点呗。现在就他们在玩游戏。哎，乐乐，你们这游戏叫啥来着？璀璨宝石。璀璨宝石。宝石骑士。璀璨宝石。对啊，在37呢。啊，你们都知道我在哪儿。特别清楚。哎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发现老刘的这个好东西。啊，这好像不是这么用的。那是贾刘海用的。就这个吗？嗯，可以。那我直接拿，当然是我们奶包的房间了。327，哎，这有夹子，我想借一下这个。然后对，要记住这牌都不是你们自己的。这样看吧，好好没血色。为什么笑？哈哈哈！为什么笑？如果那个超过三张，你们就不能用这个。我头发确实每次扎的很紧。每张超过三张，就是这里的牌，我现在这里有两张了。如果我再拿一张，一天的妆了还没有卸。用出去了，这超过三张我就不能再拿它压。确实很热。谢谢恶魔斗士，我来看瑞杰是不是还没有下播。嗯，瑞杰下播了，给瑞杰打电话让瑞杰来我们这个327，快去这个瑞杰房间。轰他！快给我来327！啊，他播好，他还在播吗？他还在播吗？啊，瑞姐去跳舞了。嗯，他不是说在直播吗？去轰他，让他来这个327。早下了，他可是是不是在收拾？不会去撸处理群的吧？我从这个。外面回来还没有那个什么，我播到45吧，我就播10分钟。那你能不能这一柜没有门。我也必须得先把牌给点完才能用那个底牌。是啊，这一柜这不是一柜，这算是一架。这一柜没有门。他们在打那个璀璨什么的，我又忘了。谢谢不知名网友的荧光棒。咱们啥东西掉？是一个杯子掉。嗯，奶包不行，为什么？不是我说的啊，不是我说的啊。嗯，这个衣服像大毛毯，好像是、啊，确实像毛毯。这么看的话，还是个短袖里边。但我真的没衣服穿了。搜了搜刮了好久，感觉这个最合适，最合适出门了。这衣服好看吗？其实今天没搭好，领带就随便抽了一条出门。这是好白，嗯，难道是瑞姐？哦，原来是寇娜。只要人好看。不错，什么东西啊？嗯，今天好多好吃的，我快吃撑了。谢谢。宝石骑士，为什么叫谢谢？嗯，谢谢我们的这个万圣节。是我你们，我以为是这个瑞姐，嗯，这个狂 Q 瑞姐都没有来，确实很热闹。老刘房间每天不热闹，只是偷偷的热闹。今天这个被我播出去了。
其实快的。但是今天这游戏没死完。我这压了三张了，我就不能再用黄牌。对，心心念念这个瑞杰呢，总一来就在念瑞杰。慢慢累积，这里再累上去。但是一直不补牌。我以为进到了一百亿的直播间，不是哦。多补了。这些都不是我的衣服，这是谁的？我知道了，这边是小包的，那边是老牛的。为啥今天这么念瑞姐？因为我们在这个在路上就一直聊到瑞姐，然后就回来找瑞姐玩，到现在都没有看到他人。没有，我们没有去找他，只是我喊他了，他还没来。我去抓碎碎啊，等我。暖宝我是找不到了，我只能抓碎碎。稍等。好，就近刷到了我们小狼，这位幸运的小朋友。嗯。我拿这三倍，一股猫粮味儿。三哥，好听话啊！其实狼哥很听话，但是狼哥一般不好抓，抓到手就不跑了。谢谢糖果。那我就不能拿黄牌了，因为我这个牌没输出来，三张到底不能拿黄牌，直接不能。马上要被亲上了，确实无辜的大眼睛。嗯，狼哥眼睛上有啥？狼哥向往那边的生活，小狼向往那边的生活。打完了，这狼。你那说实话有点忘了这事儿。能不能一晚上把狼哥盘大？怎么把狼哥盘大？那可太难了，狼哥侧面好优秀啊，跟我一样。就只吃了两口。等一下啊，我看小狼，小狼这怎么有像雪一样的东西？太久没有考虑过这种事情。狼哥，我对这个女人的怀抱没有兴趣。确实，他向往那边的生活。但狼哥好听话，泪痕擦一下就好。嗯，是呢。原来可以换光，我碰到了这个，其实可以换光。嗯，狼哥。衣服是我肯定的，再包一会儿火，再包一分钟。狼哥的头全身都是，看上面。好吧，好吧，放你走了。辛苦狼哥了，属实是辛苦狼哥了。对，这是赤裸裸的绑架，绝对的绑架。可是我没有看到碎碎。小狼，你不舍得走了？我拿了是吧？但是我也没有抓到暖宝，感觉暖宝是最难抓。碎碎倒是好抓，但是没看到碎碎。三只猫的，嗯，不行，暖宝绝对抱不住。暖宝，暖宝得那样拿吃的牵着走，寓意要端水，太好笑了。暖宝吃蛋糕，你知道吧？嗯，暖宝年纪是最大的，找不着，他们都躲在了不同的地方，完全不同的地方。抓猫达人确实，好吧，一次直播漏一个，今天成功抓到了小狼，小狼下次随机抓一名幸运这个猫咪。这个房间有三万六，一年吗？哦。这个房间确实飘着好多钱呀，假装看猫罐头，不行，他们太聪明了。今日限定，狼哥就是今日限定。
是小包的肯定是。好喜欢分啊！认真的吗？喜欢这个衣服。哎，这个衣服吗？粉色的衣服。为什么？这种叫玫粉色吧。就感觉真的有点像卖衣服，你知道吧？就是挑衣服。喜欢我现在穿的这个吗？这个有点太那个太溜肩了。我今天一直是就是，他老是会溜肩。主播上身，嗯，其实蛮想当这个试衣服的主播的。谢谢乐少准备牛浪的糖果。突然噎我，也不是不行。那我们多买两个架子放那，像天上智慧，确实这边是百货架的，老奸巨猾。好了，我要去玩了，兄弟们，拜拜。我这也太快了，是不是？没关系，不能浪费今天的妆了，拜拜，拜拜。早点睡，拜拜。嗯嗯。